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志玲。每个女人都非常渴望得到一份最真挚的爱，每个女人更渴望得到一张永远年轻的脸蛋。心灵的感动，眼睛的心动，生命的颤动。只要你天天使用宝富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的产品，就可以让你回到年轻，回到美丽。请使用正确的营养素来帮忙你减少细胞的伤害。宝富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宏林能量科技有限公司，2007年成立于台中。宝富林公司秉持着公平、公正、透明化奖金制度理念，并讲求完善的服务、优良的品质与合理的价格，造福人群，以口碑、合法的方式推广业务。2010年10月，宝富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正式导入胜泰科技商品，主打美容、老化、保养的市场，产品惊人，神圣非凡，是台湾唯一纯净无化学成分的保养品，全系列产品均无添加任何防腐剂、化学药剂，顶级胜泰软膏并通过 SGS 无毒检测，408项农药、270项西药以及重金属检测，达到完全不含西药成分、零重金属、农药残留零检出的优异成果。宝富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凭借使用者口碑与产品独特性，在台湾美容保养业界中独树一格。宝富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重视每一位员工，除了提供员工们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提供学习及成长的空间。欢迎台湾优秀的朋友们能够一起加入宝富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工作的行列，真正实现你人生成功的梦想。你在众多保养品中选择你觉得对的产品，天天使用，但你知道它们背后隐藏的真相吗？想要美丽又想拥有真正温和的保养品怎么办？秘密就藏在肌肤里，宝富林帮您找到了。宝富林生物科技专注研究人体青春密码35年，解析出肌肤所需养分，并借古法五行智慧与独特超临界萃取技术，将食材分子细小化，特殊制成与保存方法，诞生出给身体最纯粹的营养，使肌肤一次吸收所需元素。宝富林的产品源自于上百种五谷杂粮、蔬菜水果、植物等素材，个别使用独家分解技术，并将其浸泡长达3年，透过时间精酿去除杂质，1000公斤原料提炼出600克的精髓，以黄金比例调配，调和出人体所需营养精华，可使肌肤迅速吸收，立即提升修护效果，不含任何防腐剂、化学药剂，并通过 SGS 安全检验，任何抗氧化剂、宝富林通通无添加，就是要给您最真实的产品，破解青春密码，对抗肌肤老化，宝富林让您见证奇迹，温和美肌我把关，宝富林保护您。各位大家好，我姓游，米凯黎，出生于台中，1970年，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认识宏林能量科技有限公司，宝富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成立在1996年，而这两家公司的缘由是来自于我从小体弱多病，甲状腺常常沙哑没有声音，吃了很多药物，而且皮肤过敏，再加上体质非常的虚弱。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吃了西药之后，早上起来便血，双脚没有办法走路。当时我的母亲一直不断地叫我吃西药，希望我的感冒快点好，造成我身体严重的伤害，包括我的肠、我的胃都严重的受损，而三餐没有办法进食。当时我才国小2年级，我的心一直不断地在想，难道没有一个真正能够保养自己身体最好的方法吗？当时呢，我不到10岁，
我还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不管我用什么保养品，当我出社会的时候，不管我体验过所有擦的抹的，全部都会造成我身体的过敏。后来我才了解到，我的皮肤没有办法使用有化学的药剂，我必须要使用非常温和的保养品。我一直不断的寻寻觅觅，将近有20年时间，我要找到真正属于我要的保养品。也就在这样子一个因缘际会里面，我大量的学习，上了很多的课，后来让我接触到生物科技。这个生物科技让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个产品之后，我发现非常的不得了，我马上得到我要的改善，我非常非常的满意，喜出望外。我找了一辈子我最渴望的产品，它是这么的温和，没有刺激，而且让满满的营养附着在我的脸上。我发现我终于找到我要的，不像我过去擦了保养品红肿痒，只用了一次就不敢再用。而我们所有的保养品是可以吃的，完全没有化学的刺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包括任何敏感性的肤质都可以使用。红岭能量科技有限公司与保护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我们有不得了的研发，以及我们所有的提炼都是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任何的防腐，要把企业造福更多的人群，让更多的人群可以获得到身心灵的提升。我希望更多志同道合的找到一个很好的产品，或者很好的平台、很好的研发，可以让你们创造无限的商机。这些所有的产品也希望把它享誉国际，一共有155个国家，欢迎各位能人异士，我们共同来努力经营全世界的一个市场。相信爱美是每一个人的天性。红岭能量科技有限公司、保护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我们所有这些保品食品没有添加任何化学药剂，适合每一个人来使用，非常的温和，那也是你一直梦寐以求最好最真实的保品。欢迎各位莅临保护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不管是你是消费者也好，经销者也好，还是你想代理本公司的保品，欢迎你到保护林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让我们一起共同创造更幸福、更快乐、更健康、更富足的幸福人生。谢谢各位。